原民乡布农族社暨活动即将在5月5号、5月6号盛大的举办，地点就在旧永康国小来办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延平乡公所观光承办人，我叫伟伟。看到我这个了吗？我们延平乡要办社耳祭喽。延平乡在哪里？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。你从呢卑南呢，经过了出路牧场，然后一直直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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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鹿野高台之后呢，转东34县道，我们就可以到了永康村。所以我们的活动地点呢，就在我们的永康村，旧的永康国小。那如果不知道地址的话，你就可以打太平路80号，是附近的地址。那这个社耳祭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参加呢？原因是因为啊，我们今年有准备闯五关的活动，你只要缴199块呢，就可以拿到这么大的一个文创毛巾，还有我们的族语拼音，还不止这样哦，还有一瓶凤梨酵素。这五个关卡呢，可以玩布农族的铜腕树皮打陀螺等等，保证全台湾就只有这么一档。总共的报名人次呢600个，目前只剩下200过来了，赶快来，赶快来，不然就报名就来不及了。欢迎你们来，我是延平乡公所的伟伟，欢迎您接到你们，拜拜。当天活动会很精彩，还有 DIY 活动可以体验，千万不要错过，而且就可以有机会把纪念毛巾跟凤梨酵素给带回家哦。东台湾新闻网记者郑慧如、郑玉宁在延平乡的采访报道。欢迎大家来参加延平乡社耳祭，只剩3天。